三位老师，晚安，八王包裹，晚安，请问你发啊？那么在那个在一个长时间，我名叫梅珍，我是道安农技学的，长生学2014年。在这个老板工作，说明啥呀？一个是新加坡，澳门，来自澳门来的嘛。龙威德先生之前就先到新加坡，他到新加坡去学，后来我就到万隆。我的先生就一直鼓励，万隆有组，哎，是说有组团，一个卡车的人，要去万隆学，你应该要参加。我当时就不是为了要学，我就以为就可以去万隆，我可以就顺便旅游到那边。万隆是风景好，很多小车到那边就可以吃饱，所以我就参加这个团体到万隆。他们做我就做。下午就我找了朋友，老朋友已经住在万隆的老朋友，他带我吃这个吃那个。本来我是不应该要吃，不可以吃太多的煎炸的东西。是到了万隆，因为见到老朋友，天天就吃很多东西。Kebuang cok memang sehari sebelum berangkat saya di bandar, tapi saya harus
我们就是鸟，给我带来的衣服这条件健康是没有事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另外一个个案，第一天就要去广州，跟老婆要去广州，坐上飞机，飞机飞机要加香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就好像身体，我老公坐在右边，我孩子在左边，我感觉到身体很无力，很怕。飞机要下降，好像自身难保，所以我就跟老公说说，你们帮我，帮我调整。飞机很快就要下降，然后空姐就飞机下降之前就给我们系好安全带，因为飞机下降我就没事了。Terima kasih, Tuan Sejir. Sekarang saya tidak pernah ke UGD dan Masyarakat. Terima kasih, Tuan Sejir. Saya tidak pernah ke UGD dan Masyarakat.